心里哇凉哇凉的。心里哇凉哇凉的，哇凉哇凉是什么？就是很冷很冷。我悄默声跟你说啊。我悄默声跟你说啊。我悄默声跟你说。我悄默声。我悄默声跟你说啊，好难讲啊。这事儿我要跟你好好唠一唠。小静儿，咱们来唠唠唠嗑，我们这个我会。哎呀妈呀，妥了。哎呀妈了。这质量杠杠的。这质量杠杠的。老妹儿啊，我老稀罕你了。老妹儿啊，我老稀罕你了。不是山东，山东，老稀罕你了。我老稀罕你了。他们说我讲话都有东北腔了。东北话有啥？杠杠的不是东北话吧？是东北话。是。杠杠的是东北话。嗯、爸爸，这酸菜火锅杠杠的，贼好吃。贼好吃。小崽子，你流光水滑，杠杠的，贼好看了。我们东北媳妇儿。你个瘪犊子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干什么玩？你咋这么尬骨？下一题，别逼逼拜墨迹，拜墨迹，拜墨迹。墨迹的意思是啰里啰嗦呀，这话他说过我。暴露了，你看什么时候说的？就是恋爱的时候跟他说我有小孩啊，我有那个，就是我的前史有点那个，会不会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啊？你要不要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孩子，可能更合适一点？然后家里人也会反对，他就说别逼逼了，别墨迹了，就这么结婚了吧。下面一题，傻摸傻摸傻摸玩。